TVB 剧集《天命》即将在本月25日播出。6月17日，一众主演现身香港马鞍山某商场为剧集宣传造势，包括陈展鹏、唐诗咏、姚子玲、李诗画、陈自瑶等。TVB 当家花旦陈丽香日前被曝约满后没有续约，有一个说法是她想和老公快点生小朋友，因此打算解约调理身体。但另一个说法则是陈丽香疑似不满唐诗咏抢走了她将拍摄的新剧《解决师》的女一号，因此心灰意冷离开 TVB。 不知道唐诗咏是否知道自己演这个角色时前面还发生了这么多故事呢？其实我不知道她会解约，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就是这个是他们的私隐嘛，那我们公司其实他们不会讲给我听。那其实我就是准备会放假，拍完这个《白色长流》以后，那就我本来是放假的，那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他公司跟我说，我就要我去接一部电视剧。那其实我就是想说的就是，我从第一天到 TVB 的时候到今天，我所有的工作，我想不只是我，全部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工作都是公司给我们的，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去选择什么什么。如果我有这个权利的话，我会跟公司讲我要加人工，我要加薪。如果我真的有这个 power 的话，那我想大部分的演员都一定会选择这个吧。那我就这个，其实这个是蛮搞笑的。那但也没办法了，这人不清楚的时候，可能就会以为什么什么。那我们自己知道，我觉得就可以了。另外，唐诗咏还表示，自己虽然是在是非圈工作，但并不是生活在是非圈，而入行十几年来已经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所以不会太在意外界说什么。而且自己入行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和陈丽香拍摄旅游节目，都有想过大家可不可以在一起合作拍剧。说了这么一圈，看来唐诗咏对选角一事似乎真的不知情哟。是啊，因为其实公司不会跟我们讲的，那然后他们，我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什么电视剧，那我直到拍的，我是造型的那一下，我才知道哦是这一部电视剧，那我也不会去问，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吧，其实也不用去问了。魔方传媒香港报道。